我怕船会坏掉，让他拖出吧。靠北，我完全忘记方向在哪里了。靠北，我完全忘记方向在哪里了。好像你有因为它是切到的啊，要拖出了，要拖出了耶，靠呀，还是不拖出，他是在看人憋气的，都不拖下去。这还是有跟到哈，好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哈哈，被我教坏了。小心一点，看我把它弄死了。飞呀！不对，往桨的方向，对。对对，你刚刚趴另外一侧。往桨的方向，桨要入水。他都往下压。他的桨。为什么每次到第二次才成功？桨也跑掉了。感觉，练习一下手感。啊，你动一下啊，动一下。完全乱了套。他是不是没有？肯定划船。哇，帅帅帅！有没有看到蓝色龙卷风在上演蓝色蜘蛛网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在跟的他直接摄影好了，不要快刚好买母的，对，没事又花了10万块摄影吗？
划完舟再来乌来，泡个温泉，泡个冷溪。